好，我们开始啊。法条是必须得读的，读法条前一定要认定法理，这是至高无上的。法理就是法条在讲理，只是有的地方它是绕口令，你不大明白而已，它在讲理。这个合同法它的核心思想一定是促成交易，促成交易当然是内容不能违法，对吧？你双方意思表达真实，主体资格合格，如果你违法了，这是肯定不行的。如果你意思表达不真实，那你表达真实了就行。如果你主体资格不合格，那就由有主体资格合格的来给你认定就是了。所以法条一定要读，记住，得读出一种法律的感觉来，这是最重要的。就像学语文、学外语，最核心的是什么？最核心的当然是语感了，那还用说吗？所以我们从干工程的角度和考试的角度都要形成四套语感。相关法规这一部分那当然就是法律的语感了，管理那一部分当然就是管理的语感了，经济那一部分当然是经济的语感了，技术那一部分就是技术的语感。一定要形成这种语感，这样做题的时候一目三行也好，一目十行也好，那我们才能快。当然做题你不可能一目十行，对吧？你做题的时候你那个智商，对吧？好，我们说这个第十二条，这是合同法对我们老百姓做出最大的一个贡献，让你考虑问题全面，对吧？喝的懵懵登登，打上出租车了，告诉司机我要回家，你家在哪儿了？那合同条款不明确呀、啊。哎，那么这就是中午让大家说一千遍合同条款前中后，前边的两条当然那是必须具备的了。说我打个我签个合同，我不知道标的是什么，那你签什么合同啊？啊，那最后你绕弯，你不一定，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不一定很直白，那最后这个违约责任你绕个弯说的圆滑一些，那你得有违约责任的承担呢。说没约定，那没约定违约责任没关系，那我们就执行法定就是了。法定老百姓之间要啥，要钱呗，那就是赔偿损失呗。那赔偿损失你有损失吧，没损失你赔什么呢？无损可赔，那你赔什么呢？对不对？哎，那中间这就是那个核心，这核心告诉大家一二三，对吧？那这一二三你还不会说一千遍呢。一，最核心的，你签合同钱呗，那么叫价款或报酬嘛。二，两个量，对吧？数量跟着质量，质量跟着数量，他俩亲兄弟，对吧？你得有数量啊。三个履行。所以这个我们这他这个地方写的括弧三括弧四括弧五括弧六，实际上这是一二三六个条，包括履行期限、履行地点、履行方式。反正我是告诉你说一千遍，这样你在生活在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考虑问题真的很全面了。六十一条，把六十一条插进来，还有很多条可以插进来，但我们先不插了，先把这两条给它插进来，形成一体。所以我有一些权利义务我没约定清怎么办呢？
61条说，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报酬、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记住，老百姓之间永远，老百姓之间的事永远是约定为大，约定是第一的，因为这是老百姓之间的事，平等主体嘛，一定是能补充咱就补充，补充什么？补充就是友好协商呗，协商协商咱补充补充，对不对？协商协商补充补充，对于我们很多地区的人很习惯这种协议补充，但有很多地区的人用句土话叫拔将眼子，根本就补充不了，你一看我生气，我一看你生气，那还怎么补充啊？对不对？哪个地区我就别说了，别点名了啊！这是首先选择补充协议，记住，他永远他的法理永远是第一位的，老百姓之间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啊？商量商量，咱补充个协议，好好理解吧，对吧？这永远是首选。接着，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怎么办呢？商量不成，你说你的理，我说我的理，商量不成怎么办？好，按照合同有关的条款推定，合同的有关条款也推定不出来怎么办？又给你法律给你支招了，按照交易习惯，就是按照你当地的行规，你当不同地区行规不一样啊，按照你当地的交易习惯我们来确定，不和你说吗？这是我们合同法做出的卓越的一大贡献，我们终于承认交易习惯，国际上这种交易习惯他是很尊重这种交易习惯的。好，那我们现在说是优先顺序，你就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确，优先顺序能补充的签个补充协议，不能补充的按照合同条款推定，合同条款也推定不出来的，根据行规，当地的行规来确定。说当地的行规是什么？那不同地区不一样啊，不同地区不一样啊。说那还不能确定的怎么办？那还不能确定的就得法定了。所以这个62条在国外61条就完了，针对中国特色的某些地区，干脆吧，因为这个地区的人叫签字不走打字倒退，说那怎么办？干脆吧，如果我给你支了三招你还不用，我就直接给你定了，看直接怎么给你定的啊。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办法61条，就上面这一条就61条，所以61条也叫著名的61条。依照本法第61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降重。那合同法当中没有降重啊，降重适用于下列强制性规定：质量要求不明确的，有国标的按国标，没国标的按行标，没国标和行标的看啊，按通常的标准或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履行。你注意这四标的优先顺序，国标行标，那行标肯定没国标厉害呀，对吧？但是把它俩写到一起去了，说后边又出了一个通常的标准，
什么叫通常的标准呢？合同法有司法解释，通常的标准不是你，不是你想的那个通常标准，或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标准。那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这是没问题，否则我签合同干什么呢？对不对？那整个交易不就乱？要没有，要不符合合同目的，那整个交易不就乱了吗？哎，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完给你支了这么，后边这俩招不大好使，有国标和行标的那是最好使的，对不对？哎，那这没问题了。这是质量要求不明确的，价款或报酬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价格。你注意，他说了一个时间，订立合同时你准备在哪履行啊？那个时候的价格。广州5月1号订立合同，10月1在海南履行，那你说执行什么什么的价呀？执行51的时候海南的价格，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价格。好，还有一个法定的，那依照法定履行，履行地点不明确的，我在说什么呢？你记没记得刚才那合同的八个主要条款？前两个不说，数量不说，数量不用法定，肯定得约定。你要没有约定，那你肯定得约定数量，因为那个东西没法法定，对吧？那么后两个不说，那剩下就是什么一价一量四三履行，又加了一句履行，还有个履行费用呢，履行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呢。接着看，履行地点不明确，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这个没问题吧？那这句话死傻子都会知道吧？那不动产不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你上哪履行呀？那不动产还能推走啊？接着，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物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这两个记住叫什么？提货给钱两上门。你要提货那就买卖合同呗，你要提货的话，你听清了，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是不是得上人家门，上人家家门去提货的？你注意这个义务主体和权利主体它的相对性。对于这个货来讲，交货的那一家，交货的卖方，对于这个货来讲，听清，对，就拿买卖合同最好说，交货对于这个货物来讲，卖方那是义务方，对吧？对于给钱来讲，那么卖方是权利方，听懂吗？听不听明白？所以他这句话，你仔细看这句话，接受货币，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接受货币的一方是不是权利主体？你是卖方，你就记住你是卖方。那你是卖方，他要给你钱，是不是得上你家去给他？对吧？得上门给吧。那你是卖方，那对于这个货呢，是不是他得上门去提？上门去提，上
上咱家来提吧。哎，这就明白了，所以这叫提货给钱两上门啊，两上门带了一兜钱去提货，就这个意思啊。你把钱给人家，你把货拿走，那这不就是在说这句话吗？再看啊，这不是你犟吗？你不听，你们不商量吗？你们不是根据不根据有关条款确定吗？也不根据行规吗？那好了，我法律直接给你规，直接给你规定，对吧？你拿了一兜钱上人家家去提货，对于钱来讲，人家卖方是权利主体，你得上人家那去啊，你得给人家送上去。对于货来讲，卖方是义务主体，所以卖方对什么而言，他是权利主体，是义务主体。你听明白这意思了吧？所以一定要听明白这句话，还没明白就自己写，写到五遍再想我说的这个话。拎着一兜子钱上门提货，明白吧？把钱给人家，货拿走。对于这个钱给钱这个事儿，人家卖方是权利主体，对于给货这个事儿，卖方他是义务主体。好，履行期间不明确的啊，履行什么时间履行不明确的，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要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这是不是在讲理啊？是不是在讲理？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债权人也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买水泥，买了1000吨水泥，没说什么时候履行，你说这糊涂到什么程度啊？债务人可以随时履行，对于水泥来讲，水泥厂它就是，对于水泥这个事儿来讲，水泥厂它就是义务的一份，履行义务的一份。你给水泥啊，给货嘛，它可以随时履行。那么我们施工单位买的水泥，我们施工单位对于水泥来讲，我们接收水泥这个事儿，对水泥这个事儿来讲，我们就是债权人，可以随时要求履行。但是你得给人家，你1000吨水泥，你得给人家必要的一个准备时间吧，这能好理解吧？哎，这好理解。所以最后这个贷，你别忘了下个贷，你不能说啊，今天晚上给我送来1000吨水泥，你听明白了，那不可能，是吧？好，履行方式不明确的，这句话说的含糊其辞，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什么叫履行方式啊？啊，履行方式不明确的，按照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履行，这个就说不清了，就只能告诉你，从一个角度，是货到付款这么履行呢，还是款到付货这么履行呢？你说，我认为有利于实现合同目的的方式叫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就这么理解这个法条就是了。好，最后一个履行费用不明确的，这履行的这个钱，履行的这个钱谁出啊？履行的这个费用谁出啊？由履行义务的一方来负担。履行义务，63条，执行政府定价的，在合同约定的交付期内，政府价格调整时，按交付时的价格计价，简称水涨船高，遇涨则涨，遇降则降，你愿意，你明白这个事就行了啊，该调就调，该涨就涨，该降就降。接着看啊，
逾期交付标的物的，谁违约？先不接着看，谁违约？逾期交付标的物的，谁违约？是不是卖方违约？好了，你卖方违约就对你卖方不利，欲涨不涨，欲降则降，看是不是？欲价格上涨，按原价执行，这叫欲涨不涨，欲降则降。欲价格向下降，按新价执行，对不对？你就记住，不利于你违约，只要你违约，那法律一定体现是制裁违约呀、啊。那这样才能进入我们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呢。欲涨不涨，欲降则降。那要是逾期提取标的物，那谁买或者逾期付款，谁违约呀、啊？买方违约呗。所以你想象成买卖双方，这不就是你谁违约就对谁不利。所以我们这一条叫不利于违约者的处理原则。好，那这个你背啥呀？你想一想啊，你就在考场，你当时就想，不就想明白了？谁违约对谁不利呀、啊？就制裁违约呀、啊，对吧？好，十三条，当事人订立合同，采用要约承诺的方式，法定走两步，合同法规定走两步，听明白了？与特殊法律和合同法不一致的时候，记住特殊法特殊条款的效力优于合同法。你要订立合同，你就要采取要约第一步，第二步承诺。那我问你，你说是发出要约的人主动呢，还是做出承诺的人主动呢？我们不是总是给大家交代一个搞对象的例子吗？上大学的时候，先别往底下看，上大学的时候，女孩子瞧了男孩子一眼，这个男孩子就写了一个东西给人家女孩子送去了，这个女孩子又瞅了一眼，说看，这就是要约和承诺的一个过程。看这个要约啊，刚才瞅那一眼，你看看那是要约还是要约邀请，对吧？十四条，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两个规定，看瞅那一眼，瞅那第一眼，看符不符合这个要约的规定，内容具体确定，表明经受要约人，受要约人就是对方，你是要约人，那对方就是接受要约的人，接受要约的人我们简称对方啊。表明经对方承诺，要约人既受该意思表示的约束，女孩子瞅男孩子的一眼，是不是要约呢？说不是要约，为什么？因为内容不具体确定，就如同招标公告、资格预审公告，它的内容并不是具体确定的，所以那就是瞅一眼，瞅一眼是什么？就叫要约邀请。要约邀请什么意思？邀请你向我发要约，能听懂这意思吗？哎，接着十五条，要约邀请这就出来了。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所以瞅的那第一眼，那就是希望这个男孩子向他发出内容具体确定的要约，所以男孩子拿了一支笔，
写了这一封信啊，写了这一封信，这一封信就叫内容具体确定。从此这个男孩子，如果他俩将来结婚，这个男孩子将变成一生的奴仆。为什么？因为他发出去的是邀约，对方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听明白了吗？如果对方要是承诺，你小子就要受该意思表示的约束，因为你发出去的是邀约，对吧？好，那么我们再看寄送的价目表、招股说明书、招标公告、拍卖公告、商业广告、广告等为邀约邀请，简称三告一书价目表。这个话要知道，这是邀约邀请。要么你看啊，寄送的价目表有价无量，招股说明书有价无量，招标公告无价无量，拍卖公告有量无价啊，因为你拍卖的东西得有啊，对吧？但无价，商业广告有价无量，当为邀约邀请。你一定要想那个内容具体确定，就是我们所说的合同主要条款，明白这意思吧？合同主要条款当中的后六个或后七个。接着合同法交代了一句话，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邀约的规定的视为邀约。这句话说完之后，合同法就后悔了，但没有用，法已经颁布了。这句话在司法认定的时候非常难，也就是说商业广告你究竟是邀约你还是邀约邀请，在司法认定司法个案审理的时候非常麻烦，对吧？非常麻烦。好，十六章，那邀约什么时候生效啊？到达邀约，到达邀约人时生效。邀约到达，不是邀约人啊，邀约到达受邀约人时生效，到达对方时生效。对方这个绕口令叫受邀约人啊，简称到达原则。这就是说我们合同法规定的叫到达原则，我们招标投标法规定邀约什么时候生效啊？投标截止时间一到，邀约就生效了。因为投标文件的递交，那是一种邀约行为，递交上去并没生效，得到了那个投标截止的那个时间才生效，所以那就特殊法、特殊条款的效力优于一般法、一般条款的效力。好，接着说了具体情况，采用数据电文、光速，对吧？订立合同，收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只要那边这么一发，这边就到了，光速嘛，对吧？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收件人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我为什么领着你解读这一遍？为什么我抑扬顿挫地说一说这些事？这样引起你对法条的兴趣，这很重要。你会做两个破题，那当然也很重要，从考试角度。但更重要的是你建立起法律的概念来，对法条开始感兴趣。你自己那家伙读法条像念经似的，那自己念一念不睡了吗？你再有点情感读这个东西，而这里边有很多故事，我没时间跟你一个一个来讲故事，因为限于时间问题，对不对？但你自己
去搜索。哎，读完这个法条上百度摆一下，看这个地方曾经有过什么故事，你把那故事记下来。这样就是说你两三个月就能提升一大块，半年在这儿，在合同这一块，高投标这一块，你就能达到一个小巅峰，一年在这个方面能超越你的人就已经没有了。这是真的，我说的是真的啊。我们搞经营的这一套东西，那不烂熟于心，你怎么搞的经营啊？当然等你已经精精达到巅峰的时候，你听明白了，你该吃吃该喝喝，对吧？那时候随便一张嘴出来的都是法律术语，都是法律概念，那对方一听就吓一跳，你听明白了吧？他绝对不敢再坑你了。你这一张嘴家全都是老土话，一看那你这就是土八路。十七条，要约可以撤回，看啊，回有同时，消没有同时，记住啊，我们这是法律概念，可以撤回来，看啊，撤回要约你得发个通知，叫撤回要约的通知。你记不记得我们投标文件，我们可以撤回，你投标文件要撤回，那好了，你得发一个撤回通知。所以我们造价不考了，我们一七年造价不考了口头吗？他的法律根据在这儿，这是他源头上的法律依据。我们追踪的这是一个最源头上的东西，所以为什么要求大家要熟？撤回要约的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受要约人之前，或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就是最后期限有通知。你最晚最晚，你这个回，你就是同时到达。但是这玩意儿就是现在来讲，这句话越来越没什么用了。那我总不能这俩手摁着两台电脑，对吧？我说采用数据电文的时候啊，说我在这喊一二三摁，哎，那好了，这叫同时，因为你这么一摁就视为到了，对不对？你这么一摁视为到了，那么这边你一摁视为回了，那你说这不是笑话吗？所以他这主要是针对书面的信件，需要什么？需要投邮的，需要寄邮的。那这边我寄出去了，一看不行，两个小时之后我这边再寄出一个去加急啊，加快加急，对不对？啊，你可以在这之前最大限度你和他同时到达对方。十八条，要约可以撤销，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要约人，没有同时啊，最后期限无同时，看到了吧？你要想撤销，你就必须在对方发出承诺通知之前你到达对方。你要想消，当然我们投标文件是不能消的，这是一个特例。这就是说我们投标，我们招标投标法这个法条就是特例啊。那你就得记住啊，回可同时，消没有，回可同时，消没有，这句话说的熟熟的。再看十九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不是什么要约都能撤销的啊。第一个，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或以其他形式表明要约不可撤销。什么意思？我这个房子你买不买？买卖合同吧，我这房子你买不买？三天给我个回话。这套房子180万，不谈价，买不买？
三天给我个回话，这个三天就视为你已经确定了承诺期限。谁发要约对谁不利，记住啊，记住这观点，到后边我们再说。要约人确定了承诺期限的，或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其他形式什么意思？我这个房子非卖给你不可，当然两个人比较熟悉了，我这个房子180万非卖给你不可，我不卖给别人，你愿意什么时候买你就什么时候买，好了，不可撤销。这就是告诉你这句话啊。括弧，受要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以为履行合同做了准备工作。受要约人有理由，那第一个呢是要约人是源于要约人的原因不能撤销，这第二个呢是源于对方的原因，对方人家认为你这个要约不可撤销，并且我已经为履行合同做了准备，说那我非销不可，你非销不可你赔偿我损失呗，你听明白了？所以他这是说不得撤销，你实际上可不可以撤销啊？可以撤销，所以他这个言外之意就是，你要撤销的话，好了，你承担缔约过失责任，你给人家赔偿损失，能听懂这意思吗？哎，所以这个括弧他在说这么个事儿啊，他在说这么个事儿。20，第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要约失效。记住这句话啊，我括弧里边生效的要约才能谈到失效，你连生效都没生效，那你谈什么失效啊？对不对？是生效的才谈失效的问题，这也很好理解吧？所以你多读几遍啊，你就会发现，哎呀，真的这个法律还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你浸泡一年这个法条，你要搞经营的话，那真的是无可阻挡啊，无可阻挡了。括弧一，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你我这个房180万买不买，你我咱俩之间，我问你，我这房180万你买不买，你告诉我不买，好了，这就是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那口头这不就你一说我一说，这不就失效了吗？那就是说你185一般180不卖，不买，好了，等第二天来了205万买不买，你看这不就是前边的一个180万那个要约就失效了。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那依法撤销了，那当然那就什么啊，那你就失效了呗，这个要约啊，我依法撤销了，当然是依法撤销啊。括弧三，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人未做出承诺，我给你三天期限，等到第四天你来了，哎，180万我想买，我不卖了，为什么？超过三天了，这就是承诺期限届满，对方未做出承诺。括弧四，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做实质性的变更，要约就失效了。180万买不买？这套房你都看完了，然后你在那说，你再给我重新装修一遍，那我才能买。好了，你对我这个标的做了实质性的变更，我现在就是现在这个房，能听明白吗？那么我那180万，我喊出去这个要约就失效了。你说那个，你给我装修完180万我才买，那你
发出去的那就是一个新的要约，你向我发出去的是一个新的要约。好，成了。承诺，所以这个要约时效，你就拿这个房的事比较难理解这法条。你拿一个合同，具体的合同，有一些，因为它这是个合同法，是针对所有的合同。那么我们建设工程只是15个有名合同之一，有一些事我们不宜用建设工程来合同来说，因为它太复杂。所以你就可以拿一个买房的合同来说嘛，对不对啊？那谁没买过房啊？说没买过房，没买过房，将来你得准备买房吧。在中国没房，好像不行。国外行，对吧？你新加坡，据完全统计，95.8%的人是没房的，他住到政府的公租屋，那是新加坡。新加坡的房子是用平方公尺做计量单位的，但是中国不行啊！你小伙你长得再精神，没房没车，这个媳妇儿娶到家是比较困难的，对吧？这没办法，这是我们的国情，我们的思维模式。21点，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承诺，看啊，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这个同意，你可要注意，并不是一定是完全同意啊。所以这个同意是主要条款，我同意，细枝末节，我们可以商量，但主要条款你不能给改变。主要条款给改变了，那视为新要约，不是承诺。而次要条款给改变了，除非要约人及时表示反对之外，这个合同是有效的，这个承诺是有效的。所以我们说，就拿我们赵作标来讲，我们说中标通知书发出后，招标人和中标人可不可以就合同谈条款进行谈判？你听明白了，主要条款不能谈，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我们可以完善，一些细枝末节不恰当的地方我们也可以修改，但主要条款不能动。所以等我们下周或者大下周交代高投标那个系列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哪些条款那个部门规章当中给违背了我们合同法，违背合同法的肯定无效，但考试照考不误，到时候我再告诉你怎么处理。你先从法理的那个根给它薅出来，这就是我们要求大家要把合同法了如指掌，它支撑到我们示范文本，你就知道我们示范文本当中哪些地方写的不够确切，包括我们之后要交代的那个招标投标法，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齐部委的30号令，原九部委的56号令，以及发改委的3号令和发改委的12号令，作为一个体系，招标投标法是没任何争议的，必须精通。因为我这一次讲课是按体系讲，这个体系必须完整下来，这是为了实操，为了实际你的操作，真正绝对意义上提高一大截你实际操作水平，那你实际操作水平
当然和我们考试也密切相关，那还用说吗？你合同法不考你相关法规啊，你合同法不考你造价管理啊，对吧？那你监理，你合同法合同类单卷、合同管理类单卷，那招标投标法占的权重是很大的。好，所以21条交代，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就是我同意这个意思，我表示出来了啊，我同意。那接下来就是围绕到这个地方，围绕着承诺这样的一个法律行为，记住，要约是法律行为，你就得受法律的约束。如果你不受法律约束，法律就要制裁你。那承诺也是这样，所以要约和承诺这是法律行为。看22条，承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做出，看没看我们中标通知书，那是不是以通知的方式做出的？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做出的承诺的除外。记住，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很多都是通过行为表示的。你上公交车，你又问那个司机说你到什么什么，你都知道那线路图，你到那一站就下车，你不用说，你只需要在那一刷卡或者在那一投币就完了，是不是什么都不用，对不对？他那一踩油门，好了，承诺得。23条，承诺应当在约定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你应当在要约确定的那个期限内，人家给你确定的那个承诺期限到达要约人。你过期不行，你过期人告诉你三天给我回话，你三天说，明白吧？要约没有确定承诺期限的怎么办？法律直接给你规定了，承诺期限依法确定，要约以对话方式做出的应当即时做出承诺。即时人家没说立即啊，你得根据你当地的那个交易习惯，是吧？那还不让人家想一下呀，说那多长时间，反正法律告诉你即时做出承诺。究竟三分钟算即时还是五分钟算即时，没有量化标准。所以以对话方式做出，就是口头做出的啊，要约以口头方式做出的应当即时做出承诺。你就记住即时是个法律概念就行了呗，对吧？要约以非对话方式做出的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达。什么叫合理期限？不知道，根据行规，根据地方的交易习惯，对吧？哎，合理期限内做出。24条，要约以信件或电报做出的承诺期限，说那我这个信我要寄出去啊，对吧？我这个电报我要发出去啊。看看啊，承诺期限自信件载明日期或电报交发之日开始计算。我们把这个情况叫投优原则，但招标投标法是个例外。承诺期限自信件载明的日期啊，或电报交发之日开始计算，信件未载明日期，自投邮该信件的邮戳日期开始计算。要约以电话传真等方式做出的承诺期限，自要约
到达受邀约人士开始。所以这个地方要是你电话传真，你想一想，你这边一说那边就到了呗，对不对？所以到达受邀约人，所以我们说24条交代了两个瞬间能到达的，就已到达。要是需要记的，需要邮的，你要信件呢，就以你写的那个日期，你要没写日期，那就用那个邮戳，看到了吧？投邮该信件邮戳日期记载。说为什么？你说这啰嗦啥呢？承诺三天，承诺期限为三天或者三个月，那你从哪天开始算呢？这不是告诉那个起点的吗？能听明白了吧？你不得有起点才能涉及到我是这三天是从哪开始算三天吗？对吧？26条，承诺通知到达邀约人时生效。看啊，承诺通知到达受邀约人时生效。你是邀约人，对方就是受邀约人，到达的时候生效。这是承诺。承诺不需要通知的，根据交易习惯或邀约要求做出承诺行为时生效。好，接着先说26，再说25，合同法给写到了。25条叫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承诺到达对方时生效，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但有例外。看到了，这个但有例外，他这个25条也没给写好。看27，一会儿我们再说合同成立。27，承诺可以撤回，但不能撤销。回是什么意思啊？还没到呢呗，或者同时到呗，对吧？就最大限度是同时到，记住，回有个最大限度，销没有。那承诺不能撤销，因为承诺到达时生效，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了，对吧？哎，尽管下了个蛋，但那个蛋没在这儿说，在接下来再说啊。所以我们说承诺可以撤回，但不能撤销。撤回承诺的通知应当在承诺通知到达邀约人之前，或与邀约或与承诺通知同时到达。所以只要是回就有个最大限度啊，最大限度。好，28条，受邀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超期了，说有效没效不一定。看啊，这个地方为了促成交易，国家为了促成交易，繁荣市场经济，看啊，给你规定，受邀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的承诺，除邀约人及时通知该邀约及时通知受邀约人该承诺有效外，为新邀约。别扭这句话，你就说超期的承诺，超过了承诺期限的承诺，简称超期的承诺为新邀约。但你然后这时候你再下单，他这个单下早了，导致我们读这个条款就很难受。但什么？邀约人及时表示该承诺有效的除外。你这时候再下这个单，结果把这个单下到中间去了，能听明白吗？就是超期的承诺是新邀约，但邀约人也说这个承诺有效，可以，这就是国家为了促成交易
目的你得想，你得要明白啊，对吧？再看29条，受要约人在承诺期限内发出承诺，按照通常情形能够及时到达要约人，但因其他原因承诺到达受要都到达要约人时超过了承诺期限，该承诺有效，但这回把蛋下到后边去了，这就明了，这就好理解。但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不能接受该承诺的除外，你记住这两条子，你翻过来调过去的，你给我读明白了。因为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经常遇到这两条子，就因为这两条子争得面红耳赤，对不对？你想一想是不是？鉴于时间没法给你举太多例子，看这就是超期的两种情况。一般情况超期的承诺是新要约，但要约人及时表示该承诺有效，这就有效了啊，这就有效了，就不是新要约了。那么说这一接下来又是一条子，这一条子呢是超说我在承诺期限内发出承诺了，通常能够到达你，但是因为邮局的原因或者由于发生了一些异常恶劣气候条件气候，或者由于发生了不可抗力，导致这个承诺呢晚了，没在承诺期限内到达你，那这时候呢这个承诺是有效的，不是我的原因，我在承诺期限内发出，那么在承诺期按通常按正常情况在承诺期限届满之前能到达你，但由于别的原因，不是我的原因，别人的原因，或是邮局或是政府或是什么原因没到达你那儿，那么这个承诺是有效的，但你要约人即使说这个承诺超期我不接受，那这个承诺就无效了呗，这个承诺无效那也他也就变成新要约了呗。所以这个事涉及到一系列的事，这是在讲理，满脑的记住，只要在这听这个课的人啊，你满脑子要记住，这是在讲理呢，明白吧？只是这个地方有点绕。三点，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你看人家没说相同吧，人家说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做出实质性变更的为新要约，哪些算实质性的变更？又出现了合同的八大条款除主体之外的其他七个条款的变更均为实质性的变更。那八大条款后七个是什么？现在一张嘴就说出来了吧，这就是真的明白了，明白吧？看31条，承诺对要约的内容做出非实质性变更的，该承诺有效，合同的内容以承诺的内容为准。但下了一个蛋啊，看要约人及时表示反对或要约表明承诺不得对要约的内容做任何变更的除外。你特别注意这些下的蛋，我们这个合同法它围追堵截，它下了很多蛋，所以这个合同法就是个鸡窝，下了很多蛋。就是你要做非实质性变更，先说这个承诺是有效的，到达时生效，生效时合同成立，对吧？这一连串的法律概念，一连串的法律程序就出现了。那么那些合同的内容以什么为准呢？以承诺的
内容为准。所以你看我们在交代涉案文本的时候，效力最高的协议书，效力第二的中标通知书，中标通知书就承诺呀，之后才是投标函及附录呢，对吧？哎，那么这不就从这儿我们就给你解释完了吗？对吧？合同的内容以承诺的内容为准，但下个这个单，要约人及时表示反对，说你不能对我这要约做任何性的变动，这是及时表示反对了，对吧？你表示反对，那就说明你这个承诺就是新要约了，或者要约，或者要约里边已经说了，承诺不得对要约的内容做任何变更，那你这个你就不能给人家做任何变动。所以你看，一个懂合同法的人，精通合同法的人，他在处理很多事情的时候，他都下单，他都有附加条款啊，他会把这个事堵得很死啊。当然特别懂的人也显得有点谨小慎微，对吧？32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是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好，这一条子看，我们刚才，我不翻了啊，我跟你说，我们刚才说，承诺到达要约人时生效，对吧？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对吧？但我刚才下了那个但，他合同法忘下单了，咱们再给他下一个但，这就是跟你说的这个我跑哪儿去了，就是这个32条，这就下了个但。当事人采用合同书的形式订立合同的，是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才成立的，这就是那个例外，这就是那个例外。好，咱们下完这个蛋，你想一想，前后要关联，到达时生效，生效时合同成立啊，承诺到达时生效，生效时合同成立，但采用合同书形式的时候，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究竟签字或盖章有一个行还是俩都行，不一样的。如果你是一个组织的话，是既得签字又得盖章，如果你是自然人的话，你签字或盖章都行。法理给你解读完了。好。